面积是阳性平的，手用力按压瓶身，如果按压瓶身没有出现凹陷，这个就是有气体的状态。如果按压出现凹陷，那就证明这瓶是没有气体的空瓶，因为我们灌装的是气体，所以从重量和外观是很难辨别到底是满瓶还是空瓶。接下来我们拿到新聚变形式氧气瓶来给大家测试我们的氧气到底能使用多少次呢？我们测试的方法是按压出气按钮一点五秒一次来模拟我们吸气的时长，然后按压出气按钮开始释放氧气。本次测试我们看到能够使用200次左右，本次测试仅代表小编个人，具体使用次数根据当地的气压、温度、湿度以及个人的使用情况有关。